你对自己的身体满意过吗？总是想把自己塞进完美的尺码里。谁能读懂真实的你？坚韧的舞者，勤奋的演员，他们是我，又不全是我。人生这部电影，无需完美的人设，也不必在意完美的标准，找到最合体的脚本，演好自己就够了。就像找到懂你的那件内衣，舒适有型，不露痕迹。曼妮芬，懂你的内衣。